高举双手，再缓缓放下，调整呼吸。表演者气定神闲，以腰为轴，每个角度稳如泰山，转换时行云流水。113年运动爱台湾太极拳观摩赛在成功国中登场，邀请了500多位热爱太极的同好，大家以武会友，相互交流。太极拳在我们体院单项里面也是算一个大单项，他有参加会员差不多将近500位，可是前世在练太极拳，我看最少有2000-3000人以上，而且太极拳在基隆市是一个传承很久的单项委员会，我们每年的全国的武艺，还有基隆市运动会，还有各种的活动都有太极拳这项目，而且非常谢谢小爱爸爸哦，非常支持我们这些活动，让我们基隆市在各个早起会、各个运动场所早上5-6点开始都有看到我们有太极拳啊在活动在练习，而且太极拳这个活动非常好，让年纪大的我们的舒展我们的筋骨，而且包括我们的呼吸的调和，对身体健康很有益。希望我们有点年纪的多多来打太极，让我们身体会更健康。为了鼓励市民走出户外多运动，基隆市体育会举办各项运动。基隆市长谢国良相当重视，观摩仪式上，包括议员秦真、韩世玉都亲自到场，鼓励民众多参加活动。今天哈是我们那个太极拳哈观摩协会哈。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日子，那今天专程代表市长谢国良来参与今天我们的一个表扬活动以及观摩赛，市长他是非常关心我们所有的运动项目的，尤其是太极拳协会，在这里天气真的非常好，希望今天大家都能够有很好的成绩。基隆市体育会太极拳委员会近年来参加多项赛事都获得不错成绩，体育会理事长亲自颁奖表扬，希望大家互相学习观摩。我们太极拳不分年龄，不分男女老幼，都可以认识这个太极拳，因为太极拳对我们身体健康是很有帮助的。我们有去年有得到世界杯，第一名、第三名，还有青年杯得到第二名、第三名，所以不错的项目。我们基隆市太极拳协会，很注重我们理事长很注重我们大家的身体健康，所以鼓励大家出来参加活动。不管是太极拳或者其他运动，民众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够减缓老化，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